方，我们亚洲可向热血流，流淌歌声再度回归，我是欧哥赵一欧，欢迎大家来到广东卫视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文化节目流淌的歌声第三季，我代表栏目组全体同仁欢迎大家到来。好，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期的时代传唱团，他们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中国流行乐团的传奇组合凤凰传奇，被誉为亚洲第一女声的实力唱将黄绮珊，以及华语乐坛的先锋创作人唐汉香，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北京青年广播总监资深乐评人伍周彤，大家好，音乐制作人黄国伦，还有我们广东音乐节目主持人秦海飞，欢迎大家。还有一个庞大的阵容，那就是我们的欢唱团，欢迎他们。我们的欢唱团来自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和特点，那都是音乐发烧友，非常喜欢经典歌曲。再次掌声欢迎所有的嘉宾。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的美好生活不断的前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那今天我们的时代传唱团将带领大家一起用他们的歌声来唱响美好生活，向美好生活的奋斗者们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首先要出场的将是我们凤凰传奇。当年我第一个 BB 机有了之后，亮相拖在这里，完了以后吃着饭的时候，别人哎呀，哎呀，有人夸我了，我得去回个电话呢。那时候还得去找公用电话，你知道？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在已经变成了那个年代的回忆录。
广东卫视是我们的出发的地方。那这次呢，我们乐队老师呢非常用心的把《追寻民族风》重新的改编。其实对我们来说，唱这首歌就是带来开心的。希望我们的歌声和时代一同前行，陪同大家度过载歌载舞的美好生活。下面请听我们为您传唱一句话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我们回家了，欢迎欢迎回家。17年前我们两个参加刘唐的歌声就是在这个舞台上。17年前刘唐的歌声啊，对对对，2004年啊，全国青歌赛凤凰传奇代表我们广东赛区出战，也可以说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开启了他们被全国人民所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岁月。应该说是广东卫视挖掘了我们俩。
了半天，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流淌歌声好像始创人员，其实鼻祖在这儿，辛苦两位前辈。没有，我们俩就是广东卫视出去的歌手。对，当时抱着梦想，是这个平台打开了我们的路，所以今天来参加，其实内心里是不太平静。另外，这个叫做近乡情怯啊，就觉得会有点内心里有点冲动。真的，真的。好，我想问一问我们的传唱团的其他成员和听响团，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听这个这一版的《最炫民族风》，好像有点不一样。我个人觉得非常过瘾，《凤凰传奇》从那个广场舞的神曲摇身一变，变成重金属摇滚的 rocker， 这个非常符合凤凰的特性。我们做音乐要不断的追求创新，不断的浴火重生。所以你的感受是全新的。我觉得非常棒，我觉得这个版本也非常的过瘾。我要替我的姨啊，我妈呀，我婶儿啊，要谢谢你们。他们总是踏着你们的歌声，每天跳得大汗淋漓回家。祝阿姨们身体健康，谢谢你们，替他们。OK， 我想问，为什么就这首歌，它就怎么作为广场舞的首选的歌曲啊？其实应该感谢这个王广成老师的。是的，是的。2011年的时候，当时王老师呢去美国做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当时他就带着1000多个老外跳健美操，就选的就是这首《最炫民族风》。这个视频传回国内之后，一下子所有人都觉得非常震惊，就那个场面和这个音乐的这种配合极其有这种冲击感，一下子就火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寓意，这首歌就叫《最炫民族风》，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特色，所以应该说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它可以流行到整个世界上去。太好了。我想问一下，凤凰传奇唱得这么好，他们会跳广场舞吗？凤凰传奇跳广场舞你们有见过没有？掌声不热烈那是不跳的。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还有这个动作。人家是使劲往前走的，你知道吗？其实凤凰传奇呢，它给我们中国的原创乐坛还是创造了很多的记录。为什么他们的音乐会这么的普及，这么的流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声线的搭配和组合的这种造型的各方面的这种对比都非常的鲜明。你说的对，来看一看当时凤凰传奇的两位，他们的服饰 style， 他们的歌风是什么样。我就对我那几根鸡毛，你知道吗？一直郁闷。那叫凤凰毛，好不好？那个年代觉得是把蒙古族的服装改变成了现代和流行和民族的结合。其实他的服装也是，他一身皮衣服，还剃个光头。对，所以林华后来一唱歌的时候，我就那个光头、墨镜、皮手套，就是我吸粉的手段。哎呦，对啊，对啊，我在仰望，我没词儿啊，我在旁边，然后我就哦耶。我怎么记得有一首歌，好像你扮相也很酷的，叫什么？自由。自由飞翔。那只能请他们俩现场来一段。哟哟 ，Come on，baby girl。抢活呢。Yo yo, come on, baby go. Yo yo, 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一路的方向，遥远的边疆，随我，
全是这种强节奏的音乐吗？你们有那种比较柔情似水的吗？荷塘月色，前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荷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摘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其实有你的戏份吗？有啊，正准备唱就把我的卡了，是吧？我觉得我很轻松。其实你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曾毅都是在旁边打酱油，或者是在做各种的造型。这是他说的，我不同意啊。但是曾毅你心里会有不平衡吗？不尴尬呀，我多轻松啊，我就那么几个词儿，那个演出费都是一人一半，对吧？合作是几几年开始？合作是09。98年。09。你09，他98。09年组合成立，5月1号。1998年我们两个一起入团，之后99年我们两个做组合。09，脑瓜子瓦他嘞，09年。对对对。22、23年了哈。对对对对对。有没有发生过矛盾呢？就是一些争执啊，那肯定会有了，会有。夫妻之间还三天不吵一架还不过日子呢，何止是我俩是两个个体。你们一天吵3回？一天吵5回都有。谁听谁的多？好好说啊。开始威胁了。这样。他啊，真的。像骗人，知道吧？大家就肯定就觉得，哦，刘王那个你就很凶咯，要不然你脾气。其实没有的，我都是顺着他的。任何问题，舞台上你们两个就是凤凰传奇，给我稳稳的站好了。就是当时他教我这么说的，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今天。真好，掌声送给他们，20多年的合作伙伴。用一首开心的歌来做这个段落的一个结尾，好不好？再次谢谢两位，接下来有请凤凰传奇致意这首美好之歌，最炫民族风，来记录岁月之声。最炫民族风，
作词张超，作曲张超，原唱凤凰传奇。感谢音乐创作者为我们谱写了这首欢快的歌曲，也再次感谢凤凰传奇为我们唱响这首歌，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我们的歌唱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所以生活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每一天都有美好的心情，这个健康跟平安，我觉得这就是美好的生活。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被誉为是亚洲第一女声，凭着有故事的好声音征服了很多很多观众，她就是黄绮珊。流淌的歌声，一曲动心弦，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为我们带来这首精彩的歌曲，掌声欢迎她。是扑通一百的乐队，那时候是真正让大家认识我的。哇，我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来都说来都是来听我唱歌的，然后每天我都是很带着满足感去睡觉。这一次来广东卫视参加流淌的歌声，希望你不会失望，愿你喜欢。人生百味，道阻且长，不断进取，永不言弃。下面请听我为你传唱。
太棒了，太棒了，齐山，来来来，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先这样把难题抛给我们的听响团和传唱团，你听完黄绮珊版的这个《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什么感受？这首歌是我们当年在深圳的时候田震的一张专辑，是每一个人必要会唱的，这首歌也是对我们的那个年代的追梦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和希望。对，我觉得田震唱的是风雨和铿锵，而小霞一上来带给我们的就是彩虹和玫瑰，就是非常的那种左脚直接漂亮，高比分4-3领先，王霜在关键时刻展示了他球星的价值。我们也希望用这首歌来预祝一下咱们的女足在今年奥运会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好吧，为他们加油鼓掌。刚才他们叫你小霞，小霞是我本名，身份证的名字叫黄小霞。哦，那绮珊是字儿。绮珊是自从我跟老田儿田震我们一个唱片公司嘛，我签过去以后，那个老板说：“哎呀，黄小霞好土啊，那个名字。”我们给他改了，就改成黄绮珊了。我觉得不重要，用什么名字，小霞都会红。我想问一下小霞，我也叫你小霞吧。啊，叫小霞，叫我黄小霞。为啥子唱这首歌？因为1991年，我是1990年来广州的。嗯嗯。然后1991年，这个当时的世界女子第一届的女足。91年是世界杯吗？世界杯的，哎，第一届在广州举办的，那个时候就安排让我唱《梦想与希望》，就是女足的主题歌。哦，这首歌旋律记不太清楚。啊，记不到都酸呢。嗯。那词儿已经有了。生命之中有过多少的梦想，从来不在乎别人怀疑的目光。要唱那么多吗？不要了，我就我很心疼他们。没关系，我们抓紧时间录，还有3个小时，一定把它录完。不要到我这儿，不要马虎。他很心疼你们，但是不要马虎。好吧，好吧。其实《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是咱们广东电视台的一个王牌节目，叫做《生存大挑战》第3季的主题曲。哦，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有发言权了。其实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广东电视台呢就推出了国内的第一档真人秀的节目，是全国的第一档哦。当时这个节目呢是在全国很火的。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吗？好，大家好，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做亮亮。大家好，我叫方辉，是这首歌的作词作曲。然后呢，那个我当时在这个剧组里面呢是后期编辑。我叫曾俊，我当时候在生存组里面也是做后期，跟方老师一起。实际上你们并不是专业的作词作曲。对，你们是做后期的。做后期的，可是又作词作曲的，钱这个事儿怎么算？这个歌好像真没钱，真没钱。对，广东卫视的后期这么有才啊？那这样是不是我也应该去做后期才对？
可以考虑一下。哎，我来称赞一下好不好？我认为这一首歌的词曲很优，因为有些歌我会说场面话。哦，黄老师哪一首歌你说场面话？就不方便说了。但是我认为这首歌真的好听，我还以为是一个很厉害成熟的词曲作者，但是我佩服你们，而且我更佩服你们没有拿钱。那时候都是情怀，真的真的是情怀。我当时加入到这个剧组，是我真的被这个剧组整个团队的情怀感动了。回过头来我又问，怎么就创作了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个节目是我做的，我们做的，然后呢我又很多的那种很艰苦的片段，然后我脑子里面全是那种画面，然后我就毛遂自荐，我就跟方老师说我有一些想法，我要不要可不可以写进去。方老师说好啊，然后我就再加了一段词。他们俩合作完之后我就推荐给他，甜甜大姐就很喜欢，所以就这样我们就来到广州把这首歌录了。我跟你说，不要，刚才你别说我们花不花钱，那个时候真的这首歌叫做情怀啊，钱阵都没有用钱，没有收钱。太棒了。问一下三位，想过这首歌这么火吗？我在录的时候我有设想了一下，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哎，有一天就上春晚了，然后就大家都会唱了，而且还成为女足的这个符号，一个符号，真的没有想到。我个人认为一首歌要火三个条件，第一，旋律动人，第二，歌词动心，第三，演唱动情，就火了。听到一首歌你喜欢它，但是听到这首歌背后的所有的故事，当然有欢笑眼泪，你会爱上它，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我们再次谢谢三位生存大挑战的主唱团队来到我们流淌歌声，谢谢。你在广东待多少年？5年以上。就是一直在广东驻唱？不，我除了唱歌还生活。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因为我很喜欢苏芮，把苏芮的歌这个研究的透透的，研究的淋漓尽致的。 OK， 黄绮珊来了一定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一定要让他跟我们多唱了，跟着感觉走。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可以旱地拔葱唱很高的音的人，但是我好喜欢绮珊你唱各种方式，四两拨千斤，温柔而坚定。就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会唱歌，但是真正会演唱的我觉得是小霞，就是他把演和唱之间结合得非常的好。那个时候小霞他可能对于商业性的这种包装也好，包括上节目也好，还有一些整个的这种怎么让大众所知道他，不是特别的在意。他的性格是这样，你美化了我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年少轻狂，我非常不屑，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好的。我今天跟伍洲彤道歉，当年他们请我好像是要做一档什么节目，我断然就拒绝他，然后让他们很伤心。我们就朋友就很少往来了。
那我想说，已经几十年过来了，风风雨雨哈，这个成长，特别看到这个与人的这种关系要怎样去互动，就觉得说你一定要谦卑下来，顺服下来，对当年的那个事情，你要好好的反思。其实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可以在这儿给我们唱歌，然后还可以这样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是一件最好的结果。有高度。你们两个搞得像一对恋人在谈恋爱一样。小佳继五周统之后，我也要说，我也要原谅你。你得罪了很多人了。当年他找我写歌，然后我们约好了，然后有一天他就消失了。我一直写好一首歌要给他，然后我们就失去联络。等待啊。黄绮珊。哎呀，我黄绮珊，你说欧哥，我今天也就原谅你吧。因为你让我们刘唐的歌声栏目组等待了好几季。今天是黄绮珊的道歉大会吗？对，他得罪了一大圈的人，我代表栏目组就原谅你了。请问还有吗？我还有在场上得罪的吗？玩笑玩笑。绮珊用一首歌，不管是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好，来或者说来跟大家分享你内心的感受也好，就等待，就等待。来，掌声送给黄绮珊。但是能够飙到这样的高音，一定离不开补肺丸。补肺丸，哎呦，补肺丸，中药补肺丸。再次掌声送给黄绮珊。谢谢大家，谢谢他来到刘唐的歌声，为我们唱响刚才那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接下来有请黄绮珊致意这首《拼搏之歌》，记录岁月之声。接下来哪一首歌曲会被唱响呢？它到底会由谁来演唱呢？刘唐的歌声，一曲动心弦，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为我们唱响这首歌，掌声欢迎他。我很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一块唱，所以有时候唱的时候会感觉到我歌声都会年轻的。我希望大家好好期待，看看到底是谁跟我一起唱。今天我将要用热情与活力唱响这首美好的笑意暖歌，下面请听我为你传唱。
喜欢看你的睡觉，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花卷。掌声送给两位精彩的演绎，这一老一少太美好了，太享受了，真的是春暖花开，生气盎然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杨老师，你的声音真的像阳光普照大地，很暖。小阿七呢，就像在花丛中呢飞来飞去的小仙子。这首歌真正火，我记得应该是2019年，被人民日报啊官微在2019年的微盘点里边评为2019年的十大背景音乐之一，足以证明这首歌在大众的中间的传播度非常非常高。我觉得它是唱出了我们大家对这种美好生活的一种描述。因为我儿子上幼儿园嘛，我发现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它等于是陪伴着一代人成长。我觉得笑还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说我觉得在苦难中，在风雨中，我们依然要微笑，我们依然要有信心，充满了盼望，正面思。如果说这个音乐是人类共同的一种语言的话，其实笑就是人类共同的一种表情。所以我觉得若我们可以笑看风雨，我们就可以渡过难关了。没错，都会越来越好，一起加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代表全部的观众问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您方便告诉我们您今年高寿？我今年刚80。看不出来哎，那就是标标准准的80后。其实80真的没有多大，我自己感觉好像一眨眼就80了，所以你一说老艺术家我真的不愿意听，我没老啊。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是享誉乐坛的歌坛的著名的男中音，青中年男中音歌唱家，不知怎么说了。对，其实我注意到杨老师最近他唱了很多的一些就是跨界的歌曲，重新介绍一下，80后 rap 歌手杨洪基。问一下唐汉霄同学，你感觉的状态现在非常老成，你方便告诉我们你是几零后吗？我是80后。咱们俩一样，80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的生活目标就这样，希望我到这个时候也可以这样。 OK， 小阿庆，你跟杨老师的合作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我见到杨老师之前，我以为杨老师会比较严肃。哦。对，然后我见到杨老师以后是真的很和蔼那种，还教我，因为我很多音乐上的东西就是指导我，就很开心，真的。就没有架子，没有那种。没有架子，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这就是叫人民艺术家，就是这样，人民艺术家。说得好。而且声音越来越棒，越来越浑厚，你知道。唱好歌要补好肺，这个肺补得非常好。可是我要反过来问杨老师，杨老师对小阿七熟吗？您听说过他吗？在合作之前有人给我讲过，在广州有一位在街头唱歌的一个小歌手说唱得非常好。来，我好奇，就是阿七啊，你一开始应该没有很多人吧？就第一场多少人？没有人。没有人。路过的人他其实没有去驻足停留的。我呢是没有去学过音乐的，我也没有很多的舞台让我去实现我的音乐梦想，那我就把我的小音箱和小话筒搬到外面去，那一样是给大家唱歌，一样是一个舞台。对，他就觉得舞台是无处不在的。哦呀，对，哟，这话好，舞台无处不在。我看这个视频，我真的有感触，就是我觉得杨老师是人民艺术家，小阿七呢是人民歌手，没有，然后两个搭配真的合作无间。是，没错，小阿七他有多厉害？一点数据哈，小阿七目前的粉丝3200万，哇，不得了！他演唱的视频的播放量高达40亿。这也要感谢这个社会的现在的包容性，而且呢就现在唱歌的方式以及传播的方式也都改变了，他可以录一个短视频，他可以去路演，他甚至可以通过别的方式也可以把他的作品让更多人知道，这也就是让我们感受到其实现在有更多的人获取美好生活的方式更多了。其实我们应该为所有逐梦追逐自己梦想并且一直在奋斗不懈的人为他们鼓掌喝彩。好嘞，我们要谢谢小阿七团长跟杨老师一个精彩的合作，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这首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我们有请两位来致意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记录岁月之声。你笑起来真好看，作词周冰，作曲李凯愁，原唱李新荣、范同舟、李凯愁，演唱
杨洪基、小阿七。感谢音乐人谱写了这首美好的笑意暖歌，也再次感谢杨洪基、小阿七为我们唱响这首歌，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现在我已经80岁了，参加这个节目就感觉我又回到年轻时代了，一唱那个又回到童年了，想到自己童年的时候。我是从自媒体出来的，慢慢的跟这些老前辈，跟这些真正的音乐人接触，启发很多，所以我也在努力的想去沉淀自己，想去流传一首经典的歌出去。下一位出场演唱的这位歌手，他唱作俱佳，每一次的舞台都会令人惊艳，他就是唐汉霄。这个应该是我10年前吧，为什么发量这么多，我羡慕你啊。你看明显发量怎么慢慢减少，年纪大了。我这个所有在写的这些歌，我觉得都有这个时候的影子，都是在那个时候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会迸发出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无名之辈还有烂泥。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今天能够在流淌的歌声致敬自己创作的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和肯定。下面请听我为您传唱。
纸杯，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身狼狈，也许卑微身为，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掌声送给他汉霄，非常棒。在前面节目当中，我觉得汉霄声音是低低的那种沉沉的，可是在这首《无名之辈》当中，突然我感觉到了你的戏剧张力或者爆发力，太棒了，太棒了。哎，杨老师您觉得别人感觉很动情，心里感觉很激动，看到这些平凡的岗位上做出那么大的贡献的这些人，真是感觉他们伟大，唱出了他们的情怀。既然说到了无名之辈，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时代同行人上台跟大家再见一面，掌声欢迎他们。Hello， 大家好，我叫巫巧，我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小学音乐老师，主要是负责1到6年级音乐课的教学，我从教今年是第8年。在这之前他们有音乐基础吗？没有，没有。当时呢，学校的经费也是有限的，整个学校呢，甚至连一台钢琴都没有。但是呢，我依然坚持组建了学校的第1支合唱队。我的孩子们呢，经过一段时间的音乐学习，走上了区里的舞台，也走上了省市的舞台，获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广东有很多，全国就有更多了。这样默默无闻的支教老师、乡村老师，用掌声表达我们的尊敬。大家好，我叫王凤丽，是一名环卫工人，做了33年了，到今年整整33年了。歌词里面有一句，也许很累，一身狼狈，我觉得当初干这份工作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每天早上4点钟都要出门，5点钟都要开始干活了。当你自己啊看到扫干净了这个路，自己就有一种自豪感，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是觉得融入了这个城市，然后慢慢的就真的就爱上了这份工作。33年，告诉我们您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当年呢获得了广州市的优秀城市美容师，到2016年呢就当上了广州市的人大代表。哇哦！记住，做一件事情永远不放弃，一定会有回报。大家好，我叫张嘉林，来自广东交通集团，我是一名剑桥人。剑桥，桥梁，建筑桥梁。对对对对。您手里拿的这是？它的学名叫做1960兆帕主缆钢丝，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出来的。咱们的南沙大桥，主缆钢丝的总长度超过了2亿米。目前国内之最。在工程刚开始之前啊，这项技术还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出价特别特别的高。后来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试一试。我们3000多名建设者，大家都是无名之辈，但是呢我们都付出了日以继夜的努力，终于把这项技术给攻克了。对，他们研发的这个技术其实是建成了给咱们中国人争气的一座圆梦的桥，掌声送给他们。大家好，我叫王盈丽，来自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我是我们中国第一代移民管理警察，我出生于一个军警家庭，我的爷爷叫王轰，是1等工程烈士，
他在一次战斗中为了营救战友三次返回战场，最终不幸落入敌手，牺牲的时候遗体上的枪眼有20多个。我的爸爸叫王凯，是共和国第一批缉私警察，在他的工作生涯中曾查获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宗成品游走私案，被授予中国优秀青年卫士称号。可能我很难像父辈一样有轰轰烈烈的故事，但是穿上这一身警服，秉承着他们的精神，我觉得只要有这样的念想，就会在本职工作上发光发热。今年呢，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么在这个百年奋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只是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人，还有无数的英烈，他们牺牲在为我们今天换来美好生活的这个征程当中，他们应该被我们大家永远铭记的。我觉得刚才他们讲这些的时候，每次讲到无名之辈，我都特别感动，因为作为一个创作人，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这样的歌词可以对大家产生共鸣，给大家能量，我这是我最开心的。就这些歌词会在生活当中一一找到对应的人物和事迹。对，就是这些所谓的无名之辈，默默无闻的人，但是他做出了非凡的业绩。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同行人，谢谢。回到我们这首《无名之辈》哈，词是你创作的，对，曲也是你。然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我应该是从15岁。能告诉我们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你一共写了多少歌？其实我硬盘里面就有300多首歌，有新的那个电脑里面又有新的100多首写的歌，发行应该有40多首吧，基本上都是别人唱的。他说的是基本别人唱，别人是谁呢？告诉大家，陈奕迅、李宇春、鹿晗、周笔畅、张碧晨、周深、薛之谦、徐佳莹，这就是他的别人唱他的歌。赶快大家跟他邀歌吧。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写歌和他的想法真的是非常超前。来之前我还跟我的工作团队的伙伴们说呢，我说这个孩子写歌挺棒的，我说跟他约一首歌吧。林花，我也有空哎。老师，您有个合适的歌的话，也给想想我们。但是我不年轻了，怎么办？我觉得老少皆宜。今天唐浩翔来到我们的流淌歌声，一定要跟大家多多的分享。我们再请他唱一首，好不好？想唱什么？因为你今天一直都在帮普通人发声，所以我想选一首现在好像非常火的那首，叫什么？普通 disco， 好不好？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他不出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的音乐。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有普通的热情在普通的尖叫，在普通的动词打字谢谢谢谢谢谢，表明不光是个非常的优秀的一个创作者，也是个优秀的演绎者。没错，我也有个建议哈，希望汉霄以后多写一点这种普通 disco 一样适合我们的气质的歌哈，适合我们的气质的歌哈。接下来有请唐汉霄致以这首励志歌曲《无名之辈》，呢记录岁月之流。之辈，作词唐汉霄，作曲唐汉霄，原唱唐汉霄。
感谢音乐人创作了这首热血澎湃的励志歌曲，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我自己的一首歌能在流淌的歌声里面成为一个流淌的歌声，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说明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某一些人脑子里的印记，所以被时间留下来这些就可以称之为经典。谢谢刚才我们的传唱团的歌手们精彩的演唱。从本季开始，我们将小小的做一些调整，我们将会从我们的传唱团的团员当中进行一个新的搭配，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的惊喜合作，让歌声继续流淌。我们这一季的第一期会是谁和谁组合对唱呢？他们又将唱响哪一首经典歌曲呢？掌声有请本季的第一组合作歌手出场。林华姐，你好。这几天不是唱完就说了，就别说了。哦，那我们这样走，试一下吧。一二，我在呀。在唱这首歌，回顾自己的经典的时候，我觉得内心里说不出来的那种的回忆感，很感动。有问有言的，是什么渐弱结束吗？没有。OK， 可以吧 ？OK 的哈，行，把位走一遍就可以。来，走一遍。我们也会经常会跟不同的演员唱不同的歌，跟年轻的音乐人合作，这种感觉还是很奇妙。最后说我应该是重复副歌的第一句和最后两句，对。这样的音乐就很特别，就对于我来说，这个很难。
身旁，有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掌声送给两位新搭档组合，曾毅同学，你的感受怎样？曾毅，我们韩晓的这个说唱是我最喜欢的。真的吗？对，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的是带旋律性的去说唱，而不是说是纯粹是为了去技巧性的。我们对说唱的技巧此时此刻不是很感兴趣，我们指的是你的搭档换了一个新搭档，你的感受怎样？这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哈，凤凰传奇已经是经典。我今天突然看你们两个组合，我有个想法，你们不如弄一个凤凰外传。王老师这个提议好啊，好，可以连续很多年啊。搭档，搭档，你就被坑了呀。你的感受怎样？跟我们的小朋友唐汉霄。其实我就一直说嘛，你跟年轻的人去合作又这么帅气，你看又有这么才华。年轻帅气有才华，这个曾毅都不具备，对吧？哎，对，他年纪大了。这就证明了我也年纪不小了，你要拥抱年轻人嘛。你别光说不练，你拥抱一下。樱花太开心了，从进到这个台到现在没有那么开心过，就是因为换掉了搭档。我觉得我特别羡慕曾毅哥，这个表演是我所有的表演当中表演过最轻松的一个表演。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像玲花姐这样的 vocal 出现在我的歌里面。对不起，曾毅哥。对哈，没关系。好，谢谢两位精彩的合作，请入席。那曾毅的新搭档会是谁？他又会跟他带来什么样的曲目呢？一起来期待，掌声有请他们。我跟曾老师是不是这样转吗？还是说他在这边，我在那边？位置。像我这种唱 pop 唱流行歌，跟他们在气质上完全不太一样的自己。我在想说我怎么把他们的作品能够演绎好。我不习惯，我不习惯，我不行呀，我是不会唱的。没关系。那我们来试一遍，试一下。黄绮珊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开始跟他合作，既又兴奋又有小小的一点激动，就是因为没合作过嘛。那这是我们合作的一首新歌，有一些东西他会带来一个不习惯。许巍他已经把这个作品带到了一个高度，希望能尽力唱好吧。唱忘他的歌迷不要骂我。
脚下的路。谢谢曾毅和黄绮珊给我们演唱这首《蓝莲花》。黄绮珊、曾毅，简称绮艺组合。绮艺组合，奇异果呀、这个组合应该叫侠义组合。我告诉你，他们两个人刚才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在仗剑走江湖的味道。其实我刚刚有一半时间看你们，另一半我都在看玲花，玲花笑得嘴都合不拢。我笑的意思是，我说的一哥呀，你太辛苦了，唱得那么高，多累啊，赶快回来吧。刚才你们家那个正宫跟我说，正宫。就是怎么会给我们俩选蓝莲花这么来猜，我们的内心是尊敬这个作品。对对对，他无论是从精神上，从音乐技术上，还是从他表达，还是有个哲学观在里面。没错没错，他都已经很满了。但是我觉得也很好，我们的栏目组之所以选这首歌，也是想向许巍表达我们的致敬。再次谢谢曾毅和黄绮珊给我们演唱这首蓝莲花。中药不会完，唱出好经典。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经典大联唱。
感谢五位歌手今天我们带来如此动听的歌曲，在歌声中我们回忆往事，在歌声中传递深情，让往事有温度，为岁月留歌声。感谢各位收看广东卫视大戏原创时代记忆音乐文化节目《流淌的歌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感谢红星视频的大力支持。